去了，我来当拍的视频了。走。呀，这条狗，水好热乎的吧？把那个手撑，把它底下打好了。捡网，这种散活是捡网，是把网捡好了。 这高度自个儿调整就行了，调整自个儿身高的高度，把这个网把它溜开，拿起把手部位，一只两个兜的，翻过来压实了，把这一溜，不是前头这个前高一共要来偷呢，不要让它跌打到在一起，给拧住，网柱一。 网柱要一字排开，不能叠搭到在一起。举起来，拿起那个洗手绳部位一个兜，放下，把这个网底缸滑落到虎口这儿，这也拿成一个一字排开啊。网柱翻过来。 转身，反手腕，这种散法就是主要就是把网捡好了啊，转过身体，把手腕翻过来，网柱向下捅过惯性，把这个网撑开，谢谢老铁们的支持。这个行，这个可以。你把网一直搬我这儿，谁帮我？看抓鱼效果。一包一捆，我挺会钓的。我钓完喜欢户外的，你就给我点红心，加把那啥，谢谢啊。魏老师不上药了。咱们到着急了，为什么你？我这耽误这，我上个。鱿鱼啊！我挺忙，鱿鱼啊。对对对对，来了，耽误不起这个了。耽误不起。这差一杆，来了。 好几锅嘞，应该这是第六锅了。这下去了还光上鲤鱼呢，哼！哎，这个东西效果不？这个咱抽一下药，咱下去不值了。